掌声有请十六位可爱的姑娘，有请她们。今天来到现场的热心观众，迪安娜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工余县极客村酒业、长春永顺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左右科技和革新家私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欢迎欢迎。另外是所有参与节目录制的女嘉宾都可以获得由东尼佩吉钻石免费提供的千足金吊坠一个，再次表示感谢。首先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小伙子，这位小伙子人称梨树沟的门神。来，掌声有请。大家好，我叫吴殿龙，今年24岁，来自吉林省华甸市二洛店镇。我的爱情宣言是：我是梨树沟的门神，来找我温柔的女神。这门神怎么个叫法呢？这是跟我工作有关，我的工作是我自己是做门窗的，所以说我村里人都叫门神，是做门的帅小伙，可以说男神门神，都这么做门的男神叫门神，是这意思不？对。